萌，来自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省松原市营阳区。我的请求是，如果你敢说你是我的一切，那么我就说你是我的全世界。我看这个今天这个装扮也挺那个特别的啊，是特意捯饬的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一个就要穿白衬衫呢？我感觉白衬衫代表纯洁。为啥我一个劲儿要问这个白衬衫的事儿呢？是因为在台下我们编导说了，说你穿个这么白衬衫上台不好吧？你当时啥态度？当时我都跟惊了，我这一身是特意找人跟我一起去买的，找了对，找了我姐姐、我同事、还有我阿姨家的我姐啊，好几个人，对，好几个人跟我参谋啊，他们参谋的是对的，因为女孩子一般挺喜欢男孩子穿白衬衫牛仔裤的，是不是？先举手示意一下，觉得这身装扮很舒服的，很有眼缘的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全票通过。